也太无聊了，算了，还是去看看其他植物在干什么吧。太无聊了，要是能有个植物让我打一顿就好了。哎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先躲起来吧。哼哼。啊！没想到呀，没想到，说植物，植物就来到了我眼前，哈哈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哎呦，是谁呀？这么没有素质！哼。好你个臭教师，本来今天不想招惹你，没想到送上门来了。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个小倭瓜还挺厉害的嘛。不过你僵尸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人多了不起啊，既然这样，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植物王国的厉害吧。植物们，给我狠狠教训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们。 Let's go。 敢不敢这么放肆？走吧，小植物们，我带你们去 happy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